今天是最后一节大课，今天的课上完以后，在以下的表演课当中，就会针对三个即将 PK 的同学开始进行单独的表演训练。我不好意思，我把你打断了，是吧？太好了，现在你们，耶，你好，耶，你好，好耶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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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往后 头往回转，然后就跟我说：“你听得懂吗？”听完了多久？他知道我可能听不明白，所以他就会 他可能如果 我听不懂，他可能会帮我反应过来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他这样子跟我说话。你们说说喜剧是什么？闫艳龙，首先是应该让人看笑。觉得要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，应该是喜剧吧。然后那个，可是我觉得我是个喜剧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在你极其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全神贯注的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可是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思维、正常的逻辑去发展，突然有一个逆反的东西出现了，它就有意思。在表演课上演喜剧，完了之后是那种可以完全无厘头的喜剧，像那个赵冲啊，完了易烊啊，两个人都说自己的母语，易烊就说英语，完了他俩完全听不懂谁在说什么。可怜可怜我吧，下次努力我才都揭不开锁了。可怜我吧，下次努力我才都揭不开锁了。我很高兴我这次表演的时候我的戏是用英文，哎，我听到每个人在看的时候，我听得到每个人都在笑啊，我听得到啊，佩佩老师也在笑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尴尬，我们这个笑话。